郭先生，郭先生，黄清文、郭先进，哎，先排队，好吧？黄清文、郭先进，那个陈振修、黄秀珠，哎，这边排队一下，因为要领奖状跟证明，一起吧，一起哦。对，那个要请好，对对对，那同学要跟老师一起拍吧。对对，他们四个一起照还是一个一个发？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。黄清文，一个一个。戴口罩，你可以拿掉，老师可以拿掉，同学要戴口罩。对，要照相。哎，老师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来证。正八万红包。可以拿。下一个郑陈振修，都是我吗？郭先进呢？哎，郭先进，等一下啊，郭先进要拍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那第二个陈振修，对，对，老师你帮他拿去上报，就不会太重，他那个振作，对。上礼拜他们是手机呢，哎呀，好，韩礼照，哎，韩礼照全部过来哦，韩礼照到我们这上面，我们这上面，我们拍到底，对，阿公要过年哦，我今天早上回屋了，哎，那个，这个要升，升级，哎，上来，上来一站。在后面的对了，就你现在在高低啊，那上去那拖鞋子，对那个，对上面拖鞋，下面在下面蹲就好了。高的在后面，高的要在中间，高的，高的在后面，高的，对，从哪蹲最高？我们这个运动，陈也上去后面，快站一下啦，站一下人群啦，对，大概就在这儿，不要紧。全体合照了，对，全体照，全体照，全体合照，我们要这样，全体合照，我们来合照了，对，来，最高，没关系，调一下，老师旁边都可以站，要不要受伤就好，还有没有漏掉？不会，现在红就好。你也卡点货啊！对呀，他们在讲，他们在讲，他们在讲，调片了。你在后面了，班长，你在后面了，班长跟小朋友一样。不要了，这叫什么面料呢？不要真空啊，刚好啊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最小半尊，哎，半尊啊，哎，这样子，没事，辛苦了。那个，你是叫再进来。再进来了，对，再进来，好就好，别敲了。这边可不可以进来？因为我有点小，头就可以了，头就可以侧身了。对，侧身，这头就可以了。要进来了哈，看一下。哎，什么要传给我？我会传给你，不然就传软贝两块。我传给你啦。好啦。来，我要先准备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按你眉毛全部都阿弥陀佛。啊，不熟，手就都很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说。谢谢淑芬，你等一下，好，开始准备哦，一、二。
点了。哦，你爬不起来了。爬不起来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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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没有，就是那个你别呀，因为我的膝盖我上次扭到受伤一年了，还没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张阿姨她73岁，在那个中山楼做是教育中心的中心。哎，那不会要加班？加你呢？哦，他刚好走还没走，要上课，谁谁要拍照？哎，你没上车，起来看抖音。这个小孩全部都有很慈祥的一些小孩，像这个小孩的一些小孩，那是多好的。在美国，林森林已经离离那个，以前他很痛，痛到自己头发啊这些会。这个我懂。我一刚拿回家，后面的床就不在家了。唯一的我会最后录一集开始。现在都放假。我说他73岁。各位学长们，淑芬，感谢淑芬哈，然后他传给我们，我。我会传到群组那边，那你们要 download 就自己 download 下来。好，报告完毕。谢谢。你来不及，你没有参加全体照。要上厕所，赶快去上。啊，这下面上厕所。很久了，是很久了。对好，大家停住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以前曾经写过的一篇这个 paper 啊，唯心唯事与净土，题目是这个。下面就是以明朝斗笠大师弥陀要解为题。前言：明代的高僧共同的趋向，我们现在民国时代的看看佛教受到明朝影响很深。明朝的佛教特点就是三教合一，另外就是沟通这个诸宗各个宗派，天台啊、华严啊、法相宗啊、禅宗啊、净土啊，都我们沟通特点啊。我这边就特别说融通性向沟通自放大。对吗？就是说不仅会通性相，结合禅教、禅宗教、天台华严三论，可说历来净土思想的总汇，自成一家。因此想要把其中广博今生的教育加以爬书而理清。那么当时有一位法师叫古德法师说，性相两宗不许合会，就这两宗啊，法相是法相，法性是法性，不可以把它混在一起。可是呢，藕益大师
会通各个不同体系。